心有情啊，献咱的你，咱心中啊，行正直，清楚啊，这个脑筋是咱顺着显化的天意，降伫咱今啊，这个脑神中，传递咱在世间的话啦。今日是用气出声，因伫咱今啊，母娘啊咧甲咱看家，这个意义啦。真灵顺着先天命，传来道家的心意。最主要就是这个声气，内底啊，这个意义啦。真法是天命，盖使命啊，是咱的本性啦。灵源有定上天地，赐咱的慧能顺天意啊，是咱这点先天的本性，落地观灵啊，咱的本性，这是掀开咱的灵性，顺着法界这个本性啊，有咱一条灵源的灵气，我爱现的是顺天，这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性兑现啊！真灵真意是天元，回报啊是心气的，顺着先天的灵气，内面啊，咱的心理啦，顺着正法，这个天命，这是咱的原体，无异啊。真灵顺着先天命，带咱恢复顺天行。真灵本意落发心，导咱一点清醒啊，灵源伊的天命，阮天有见内心，上苍本意落定，传来心性开源，是伊清体一点滴，我有顺家。很多心，这是清净中的天界。老母啊，行出来顺利的心，咱有一条先天的灵，看回现世的心啦，是咱主宰先天地啊。我回到顺天意啊，真愿这个天性，无落元灵啊，这条心啊，这是咱出家这个天意，无让啊兑现咱的心，晴天落家。顺天心降落无形这个天意啦，使咱恢复灵源灵性，是咱本源先天地降落稳定无娘心，是咱一条。先天的本性，顺着原形无心，真源定伫咱的天元。啊
无啊顺着这个意呀，是咱灵魂这个天界，它壳内底啊顺着这个意呀，是咱个人主宰咱家己这个心位。我通灵这个本意是灵定住咱即马这个心位。小通这个意义是要咱心内底出神啊，尽管天意落天地，清扰这条灵气啦。回咱有顺现世心，转咱有稳道正，这是咱顺着先天的理，行着清净中咱的本性啦。有咱一点先天心，我有见着无娘的天理啦。是咱顺着先天意啦，我再来归元母娘的心，这是灵源灵性，回转咱的心性啦，顺着安定这个天意啦，我恢复通灵顺灵啊。是咱本源这点理来造成咱的天元气啦，是我灵这个天性心内底啊出神啊，这个灵界啦，这是咱顺着正法的气，我有慧灵这个本性。结合我即马即个气的清灵，顺保即条天理，只有心内底烧烫即个真意啦。我有慧灵即个天人缘，无啊有见先天即点意啊，是咱即点。灵魂的天界，恢复正灵顺心啊，是以青天这条灵性，悟到出家，咱的心灵，阿母啊，以清咱的理啦，是咱本源道性质。恢复通灵老母心，顺着先天这个灵气，爱咱见着老母的心，尽管天灵落天性，归咱无形转静，有咱一点先天理啦。我才有这条灵元气啦，这是灵魂的天，阿母啊来传清心啦，灵魂有见母娘心，转咱出窍先天心啦，是咱这点。灵元精，我回到先天的本性啊，这点灵光，这条灵性啊，这是咱随着通灵的天，恢复正元这点性，我来转顺灵，有咱。这点先天意啊，带咱落家无娘心，随着先天本性，落地
安静咱的心，传咱落家一条心，转回清净中咱的灵魂啊，是伫咱的脑中找出着圆融啊，无有清净的天，转入我这条心意啊！啊，随着青天的脑神入定啊，咱在世的本领啊，真愿天意的灵性出现在心中的心，直通咱的天界啊，落地原始自在，是咱这点先天命啊，带有咱的元神落定，这是清净的天界，落地稳定自在，上苍伊的天性，只有咱来见无形的心，是咱道家一条灵魂来讲着母娘的心意啦，转咱归零无形心，悟着在世咱的天啦，我有怨天老母的本性，再来回到灵元的灵气啦。这是咱出家先天神有咱一条灵元心，伴咱显露顺妙，是咱主宰这个天地，是咱向着天元无量的圣意啊！灵魂有咱无心。打开元灵顺定啦，得到青天见愿，洗咱一条灵清，真愿出家在天地，天上灵魂无去，回复青天咱的灵性，看在清果。这条本性是咱有无一点子看回清净中咱的灵性，这是咱的本源本性啦。顺咱见无这条灵，真发一点意呀，老母定住咱的心理。我有这条先天性，再来悟出青天灵，是咱本源这条灵性，要显伫咱这个心灵。我有一条灵气，带咱的集数啊上天，这是大宝。嘛是大天，传咱个人啊，这个心意啦，是咱咧学，照着先天这个传递，是咱在世用咱的源头，无让啊这条圣意啊，传灵啊，定咱这个心，这是清楚一世人。应记呀，在心，传着正法本领，悟着在世心情，灵源本意清法性，见咱落定无形心，传来元性即间气，恢复心内咱的无缘天灵自在落真意，
大母天灵转起啊，是咱一条先天的灵，咱以正法即间去恢复通灵，咱的顺性啦。无形只有天意，我只有行正法的心啦。这是清楚咱的法界，生地稳定咱的自在。阿母啊，伊的本源本性，只有掀开啊，咱的心灵，有咱一点灵气，我掀倒转来家己的心，是咱有稳这个天性，最主啊，咱的心，上苍伊的本意，只有行回咱这个心内底。你回到真元真性，这是咱通灵的天理。看回家己呀，顺家的心，真元真意是内定，发射到一个清净，是咱本源这点气内定啊，顺天。是咱一点灵性，对着元天本神灵魂伊的天性，爱咱恢复天命，拢是清楚咱的天界。老母啊，用心啊，原来这是天元的本意。一点灵性啊，的晴天，有这条真元的灵性，刻着晴天啊，咱的本性。你有这点晴天的灵气，我才带有顺家这条心。真元这个天地，爱咱掀开。老母啊的心，咱有这点灵源天性，你才看有这么稳定。这是先天的本性，咱悟到法，是咱灵魂这个天理，点醒在世间，咱会主啊。今天是自主。家己拍算，慢慢归着天，这么自在主，这就是咱通先天的本性。家己心嘛，会当向着咱原来，这个真主归依呀。这是清净中咱的天意啦，命中顺家。路上是以这条先天的灵性带咱的使命，显露是开天理，清净中啊是自然生啊。我爱是这个天然的，一合神合心嘛。这是咱清楚这点气。来到心灵这个本源，天灵恢复，这是天性，开悟出家本性，是咱一点灵魂，顺着天理的灵气，你有一点先天的本性。住伫咱的元天清净，上苍的天意，悟得清楚咱的心，传咱母娘这个天理，恢复清净中
咱的心意啊，是咱无形这个天元，咱落见啊心清。你有这点灵魂的天界，我再来讲通灵回心，这点儒家的天性，咱只有看出清灵，是咱在世这个心稳定啊，如表啊，是咱照着先天地做主啊，清咱的脑筋啊，脑气，是咱用着顺家这个天性，母娘啊，这粒元神，真理本源回天灵，传着清家老母心，有咱一点灵元精，这是阿母啊的天意，直通脑海见元神啊，拢是顺当来咱的本性，咱才有这股清灵，无形伊的天性，咱爱是顺着通神，这是咱灵的清界，化伫咱这个心内底，顺着这条先天的理，本是清净的心。咱有灵源，这个灵气来到无这条线啊，这是咱的清楚天灵，铺着咱法界这个大能量，是照着先天这个真意，出伫我的脑海，归咱的本性，这是顺道当来。咱的先天神灵魂伊的法界清楚啊，咱的心元天的真意，处咱上苍的心，灵魂有天性，悟到现代这尊神，是咱一点先天的法界。生在咱这里顺自在啦，真理的天性，我伫现代咱的本性，接回到清界，咱这个愿，母啊爱咱倒转来顺家，听回天元母性，这点。清净中的天界，有老母啊，这个神来做主啊，是咱儒家一条心，献伫元神啊，出生，照着发这个定心，我以顺母娘啊的灵气，是咱一条先天性。都有咱无形稳定，上苍伊的天理，咱只有看清净中的神，对着本源本性，咱只有行回先天神，灵魂的天意，是咱清楚顺天。显露是灵法界，顺着正缘是自在。这点灵光，这点灵气，是咱顺着通灵。这是咱一点滴，儒家顺咱的心，上苍伊的法界只有集中。咱这条线呢，我有这点清楚的天界，一世人我只有
兑现呐、啊，咱即马即个精神，这是咱愿所生，是咱定住灵的本意，开着清界，这个心意真理的灵性，来到真法啦，定心发射发起生起，是咱即马这个心，普咱原来这个本性啦，顺着定法无让啊这个心。这是大公心嘛，大天人，这个真心嘛。心有几来款啊？咱用嘴讲的心嘛，用咱家己的心嘛。你这个心通甲大公正的心嘛。咱今仔是咧讲这个大光明的心啊啦，是咱这个天地。咱爱行的是顺心嘛，即天去，这是悟出。今仔日是家己要提醒家己，清净中啊，咱这个心意神出窍，真愿一天生，顺咱安定，这本性呢、啊，是咱。灵魂这个天意，一点灵珠啊，先天开，拢是原体，母娘啊，伊的本源本性开咱的先天灵，是咱对唔知影，戆妈妈一直连一直讲，讲到咱原来迄个心，互咱在世间呐、啊。你回到咱的原生，是咱这个体会、回忆、回想啦。一条路行出来，咱这个过程，真理的天，落地瞬间的心啦，开源顺着无牛心。现路是归天命，是咱一点灵气，咱行的是上天理啦。无形伊的灵性，爱咱转着先天性啦、是咱这条先天的理结晶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理呀、啊。咱的密度啊，咱有这点灵气，母娘啊，对咱的心内底，这粒真人甲拍开啦，这就是咱的心门，大城市的城门，咱天顶的天门啦，咱的光法的法门，是咱一点灵气啦，咱爱是行的清楚。这条灵，真愿本意归于如心，亲身见到这点理，我有见到先天性，这是咱的本源性，精进啊，这点意，回出到先天，咱的灵性，你才带有清界。这个本性是咱本源落天地，点醒在世上天意啊！灵魂伊的灵性，一个转达咱的天命。咱有一点灵源的天，无爱咱行的，遮尼啊实际。因为只有对心在讲的话，咱人真吃心嘛，心单纯的心嘛，这才是咱讲的通天本性啦，内丹呐，
来结成，这就是咱的心内话啊。心的香，心这类花啊，如莲，如雪白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老母啊，定住咱的心，是咱一条先天理，兑现啊咱无形中所生，这种事，事是咱的源头啊，落伫山的山窟啦，蹲着这些事生水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我来显圣顺界心，真愿有咱的天意。老母有咱的顺利，是咱愿天乐本性，是咱开源这条心，这是咱的通灵天界，凡世间在行的正法心，灵魂也天地，清净中咱的灵气啦，我对着先天的灵性，静住咱这个心性啦，灵魂也本源心，来讲着清净咱的天意呀，这点灵的天地，我只有向着天空，老母。也定性，开发咱的本性，脑海啊，咱的天，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性，住伫这么稳的天性，元天老母娘伊啊，是咱对着先天心。爱咱有稳遮尔啊静，恢复着一点灵气的心，是咱有无啊一点理，显露归零的圣意。上苍有咱一条灵性，即世人会当讲的是天性，灵魂。也本源心，见咱老母这么静，取咱定法这条灵，是咱一点灵气。咱爱上苍这条心，这是咱灵魂的天理，点醒在世间咱的定性。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性，悟到这点宁静，这是咱出家这个天理。咱内定中直通金宝啊，这条心，这是我落定的天性，接回天空咱的本性。灵就这么顺，这是咱道家的天性，接回无形，伊这么顺，是咱一点地献开咱的元神，尽管这个灵性，一个清净，是咱。有无啊？这点理，我行回灵魂这个灵性，这是清净这个天理，落伫孙家老母心，有咱一条先天的性，咱才行入来，显得明，伫咱稳定。这个天界，使咱无形啊自在，上苍。
的天性，五帝这么顺的天命，是咱归元这点意，清楚咱的灵，是咱恢复天元这个原本，咱走无娘啊，这点气，这本经，这是照着咱的心来话。我照着这个声量，照着这个气神气质，是咱踩着先天这个力，我才有顺驾这个灵性，一股清净啊发射。这是无形的天，伊牵驾我顺伊的心，行回正理正源，上苍伊的本意，只有悟着顺驾咱的心念念。这是在世，咱的心出现，普伫咱的脑海啊，行转来咱的天意。这是咱的静心法，一股清天咱的本性，拢是顺咱的心来话，真心嘛，甲显露开，咱才会当得通。真缘真理拢是天，咱爱显灵是咱的意思啊。这就是咱出家。这天气心里底啊，这个种子的味，拢是要形容咱今嘛这个出心出神，来来去去，咱的心境啊，心境，这就是通达通路，真愿天意落本性。甲咱顺家现世神，顺着一点灵，爱咱现的这么清，这是咱灵魂一点气，咱带有清体元神，灵也本元性，集中咱的天命，元天闹灵气。转咱顺家这条心，是咱本源现世界清楚脑中的自然灵魂，若无娘性，得通咱的先天神，拢是本源本意，咱再来开灵顺天。阿母啊，伊的灵元心。咱只有顺家定心啊，这是清楚的法界，生伫咱这条本源本来，是咱一点灵气，爱咱对着先天地，我有一点的灵源灵性，你才甲转互伊安定，是咱。今嘛，这个灵魂落伫心头，咱的时阵，老母啊，伊的本领只有掀开啊，咱的心情是咱一点灵气，每日通咱的心性啦。我回到正缘正天啦，来讲着顺家。本性是咱用着脑中真气来演成，顺着灵魂一天气呀。咱用着是先天，咱的本源本性内气，这是规身躯的力啦。咱甲集中，咱才有元体护咧啊。你的心嘛，自然现神现咱今嘛的能力呀，这是咱的真能，要让咱知影呀。
我用着这条先天的理，直通无形中咱的心意，真灵是天愿，落在清体是心团，有咱这点灵气，我爱定住先天心，是咱有无这条灵性，一世人咱的通灵啊，真理拢是伊出现啊，是咱的心，咱有回转这点灵气，再来讲着顺加咱的心，这是清楚咱的天界，一点灵性自在，先天伊的本性就悟出咱的心了呢。这是咱清楚这点灵魂，一天顺道转来咱的心，是咱行回先天的灵性，带予咱金宝这条元灵，这点灵光，这点灵气，就对着先天咱的本性，是咱得通元天的真意。老母啊，定住咱这条心，恢复先天的灵气，咱就定住顺着一点灵魂，带予咱气中的顺性，是咱本源这点灵气，一股清净中，咱即马顺天。上苍这个天界虚空，咱自在，这是咱顺转来这点灵性，这点则是咱的元神所成，这个气的流通，咱爱是心内这根气，这是照神在行的正直，是咱用心照这个气安尼运，安尼行，心灵这条天啊，咱爱使命现啊，即使行回清发心，真灵本意悟天心，看家选理现证，顺着稳定现世灵。转回清界无牛性，这是天元的灵性，一个产生咱的本性，咱有元天灵气，点醒在世咱的心，这是咱天元的灵性，现的开元清净。灵魂伊的天意，是咱顺加定心，咱有无形这个天地，行回清净中，咱的本意，是咱这点灵性，得通在世间的心，灵伊的天愿，只有来顺着母娘的心。我以清界这点灵气，悟到清净咱的心性，这是阿母啊，这点理，回到真源这条性，上苍爱咱有灵气，我再来回到老母的心，真灵本意回天。心灵转过来实现，是咱一条先天理，应咱回报这工意。母娘啊，伊是用心空空，内底这个能量，今咱爱是真能啊，所生所现啊，
啊，这才是咱要永远要滴个啊，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性，内定啊，这个清净，顺着先天这个真理，我行的是显得开，顺着应法这点灵性，开伫咱的顺家本性明。是咱一点灵气，现伫通天，咱的灵性啊，是原始这个天灵，是做伙啊，这个心情，我才有即工灵源的灵性质。你以这条先天灵，咱伫开发界这条心。这是咱随着青天的你，行到倒来顺界心，灵魂伊的法界，只有照着天光，咱的心，灵魂一条先天的，开到正源顺天，这是咱的本源所生啊。咱即马找到转来，这条先天理啊，是咱顺着即马这个灵啊，带咱倒转来归元这个天啊。天只有用神、用道、用圆、用大所生啊，咱叫做自然啊。这是咱的天元啊。顾条条，咱这个心啊，圆润润啊，是咱行回这个天界，顺着清体，咱的神的旨意，是咱一世人集精，出神出窍，拢是本源本意啦。咱这个心啊，归天。咱爱是清楚一点理嘛，最主要是咱的玄门窍啊，玄门关啊，玄就是西啊，就是伫只鹅啊，敢那亲像咱的唐玄哦，咱即马即螺丝就对啦，用安尼一竿一竿安尼卷倒转来，是咱用着旋转术，这是。咱的天元道性啦，咱亲身的体会，这种大感觉。无形的力，就是照着即卖咧，敢若像旋转术咧啊，伊才会当对中啊，伊才势会顺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心咧行的路线，咱叫做单刀啊，是咱大自然要行的开刀啦。黄道赤道，天经地义，是咱有这个规律的啦，有这条路线的气场，上苍这个天意，表态是伫咱这个脑中啊，浮出来咱的天性啊，唔是外口你咧讲的迄个黄道赤道啊，是咱心用安尼形容，咱是照着这个规矩。这才是咱的浓缩品呐、啊，咱是对上世所生嘛，慢慢一粒分子、分子、分子、量子、量子、大强壳所来造成的嘛，这个大自然、大宇宙、大三千呐、啊，这是咱灵源的灵性呐、啊，咱要倒转来，这个大所生。真理的天，传咱心中这个真意啊，这就是咱的能量。你会当照着实际，达到这个能力，咱只有用着这个智念，要开咱的心路。世间，你会当用着清净，咱会当行的。原神原体，
是咱即马即个天啊，助咱即粒种子，归咱的元天元神啊，即个良才，只有良心了了。这是天，这个良心啊，请用咱这颗心啊的良知啊，是咱本源出自的天界，真能啊所生啊，上创这个天理，咱见到无相无异啊，是咱灵魂这个天性。心内底开明，我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悟出到现代，我这个心团结，真灵真义的天，愿天有见无心，拍通罗家才是灵性，这点有顺爱的天性。雷电，这是咱的本性；产生啊，这是本能；无啊，伊的天性。我只有行回我的心境，咱有现主时这条灵性，顺着正道，咱的天性。阿母啊，爱咱回甲这么深。世间呐，咱只有着照无相，得团咱的内心明，这是咱清楚这条灵性。世间要行的，就是修持，修就是报，持就是坚持。应许，甲咱即马即个地球，要应和平，应太平，这就是。咱的心嘛，会合力。人甲人当中好做伙，好处边，这是咱的天元本性啦。这本经是这么单纯啦。这是咱顺着身体的理，心灵啊，这间气，制造咱人心嘛。咱来顺着，咱即马咧讲的。好好，是咱一点灵气啦，愈修愈就智啦，安尼就无艰苦啊，无敌人啊，无纷争啊，无积功劳啊，是咱一点灵性啦，咱对着家己呀，会当顺天。顺天就是公道，就是公平啊。所以讲，咱用心这么啊平衡，安尼来做，安尼来讲话，安尼就袂得失着别人啊。是咱好好啊修持这个德行，啊，这就是咱做出来。咱现主持这个心，你会当用着阿母啊这个意安尼分配。啊，这就是死啊，死就是公报啊。咱照着这个法，你讲的话啊，给大家听，是咱本源落天理啦。点醒在世间，咱的心气，真愿天意落灵，看家转理合情，是咱一点先天的意，不到内底。咱的原性啊，你有一点清楚这个天界，我才有大虚空最初的原来啊。这是清净中咱的天灵，普贤老母啊，这条心，原始伊的灵性，一股清净咱的天元，这是。无形的天理，心灵啊，归元性。咱有母啊，这条灵魂，直达咱的心啊，会顺。
上苍这点意，就显明啊，咱归元这条心，是咱有稳定这个天界，一点灵性啊来做主，恢复这条先天的心，咱才会当看出母娘啊这条神，这是咱灵魂的天意，传达咱儒家这条心的，是咱一点灵元精，除咱先天这尊神，拢是顺着先天理，咱才有这点灵魂的灵性，是咱本源出天界，粒粒清净顺自在。到咱本源这点理，爱咱现的上天意，是灵伊的天界，是父伫咱的心做主。咱有现世的天性，心灵啊，清甲咱的本灵，咱拢是对这个原本所生啊。所以咱只有情甲源头合一、合心、合格，这是咱讲的通灵啦。世间讲的叫人情味啦，合情合理啦，合好。这才是咱讲的通天本意啦，有形伊的表示，无形当然是看会开啊，无啊，这个天然啊，是咱大法界所属的静心啊，灵源的天地，调整啊，咱顺空这个真谛，空才是咱的原本啊。这就是咱要讲的，找到真主，心中啊，这个真意，抓定着，咱即马倒转来，归元、归心、归母，这个空，天空、虚空，是咱一点灵性啦，隔空这个要领，今咱行是隔啊，逢隔太隔无隔啊，这则是咱讲的隔顶，上真棒的。灵源伊个灵气，咱爱顺着天理，是咱本源个天性，传教咱心明，有咱即条先天性，咱则带有清净个心。你有即条灵源个灵气，咱则向着清净中咱个心病。这是先天咱的灵气兑现啊，老母啊，这个心随着通灵咱的天界，一点灵性自在，写到这么稳定咱的天意，咱再来讲到顺母啊的心理，是以正法如心。咱才有金母这么安静，随着先天这点灵气化为清净中，咱的本性质真灵是天元，落在正理是心清。我有随着母娘这个天意啦，开元通灵这个智能。上苍应在无形气，传咱清体顺无性，灵源灵意一点元，转回清界咱的心，直通元天这粒心。我献出清界这根气，归着灵源这条性，真理有我。恢复明，教我心一天起，献开清界，咱的心是咱一条灵源的心，恢复清净中
咱的你，抛开情界，老母心，是咱一条正法的心，拢是阿母啊一点意，咱来取得灵家恢复神，是以正法落灵来，开源转咱母娘心。我有一条先天的理，教教咱这么顺势，应咱回到灵源性，得通清净，灵源本已顺利开，点醒在世现会知，得到这条灵源的灵性，顺着先天这个心。来到无形中，咱的气流动顺着先天理，是灵魂这点灵性来到注定，这是原体咱的灵性引导咱清咱的心，拢是顺驾这个天理，跟随通灵老母意。真灵现世是顺定，搁再合灵是无性，开源顺着正法心，悟出着这条灵义啊。